是这样，一个月没有来过。今天经过这儿楼下仓库，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？那么久？啊，这里也刚好下大雨。那我该做些什么才好呢？好，请你尽快赶过来。是的。没有想象中的顺利。谁呀？抱歉，这么晚了还打扰。我的车没办法发动了，就停在附近呢。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？嗯，我可绝对不是什么坏人呐。瞧，我是警察，你看得见吗？我名字叫古田，能不能用一下你家的电话？好。对不起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真是抱歉，我被困在这里动不了了。就是嘛，金泉这个傻瓜就是靠不住。现在回东京也已经是半夜了，那么饭感野水的那个案子的调查，请允许我明天再开始吧。对不起，添麻烦了。好，明天见。谢谢你的帮助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好，哈哈哈哈，哦，过来过来。哈哈，好乖乖，好乖乖，好大的狗啊。是什么种类的狗？是阿富汗猎犬。哦，叫什么？万五郎。哦，万五郎，万五郎。我说我们，哎呦，脚怎么这么脏？啊，对不起，他刚才在雨中跑了一段路，我去拿毛巾。啊，为什么不用毛巾？真的不用吗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告辞了。我有一点事情想。什么事？我刚才打了个电话给警察，对方说因为山高路远，没有办法立刻赶过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据我看，他已经死亡了三天了。三天？是啊。那个像大保险库的房间是什么房间呢？现在呢是用来当仓库。据说这个房子以前是德国的外交官住的。啊，请用。啊，谢谢。欧美人所住的房子呢？都有这种保险库，那扇门呢？从里面是没法打开的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门是锁着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我想他大概是窒息而死的。详细情况只能等验尸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知道。死者叫什么名字？田野茂。
田野茂啊，田野茂，对，不知道什么意外的事情被反锁在保险库里是出不来的，里面空气用完了就一命呜呼了，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推测方法。你跟死者什么关系？哎，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，他们是个编辑，杂志社的。你的工作是？我是靠笔为生的。写小说？我画漫画。嗯，是讽刺漫画吗？不，嗯，是这个。哦，谢谢。是你？哦，笑石川千浪小姐。哦，久仰久仰，我是古田，我听说过你的大名。啊，谢谢。说实话，我还没有看过你的作品。这是给少女们看的。漫画方面，我只看过一些棒球小樱桃之类的。都是些没有内容的漫画。没这个事儿，这本卡里曼丹之城的书很有趣儿。不会有趣的。好啊，借给我看看，谢谢。对了，田野茂，他有这个房子的钥匙吗？啊，他有钥匙吗？啊，我们共同使用这房子，我每个月底都会在这里赶漫画稿。是吗？田野先生就利用其他的剩余时间把这里当别墅来使用。是这样。啊，楼上有他的专用房间。嗯。对不起，请教一个很唐突的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也可以不答。请说。你跟死者田野茂之间是不是有很亲密的男女关系？不，虽然我跟他认识交往很久，但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。是吗？没有儿女私情。我明白了。